干的？到底谁干的？你们四个都不想毕业了是吧？啊！我再问最后一遍，到底谁先动的手？你难道不知道我们和财大是友好学校吗？友好学校我看不出哪儿友好了，他们赢得起输得起，连续三年了，老师他们对我们下手，你看兄弟们都受伤了。我觉得今天不管打架还是球赛，都打出了咱们国立的风采。往小了说，打出了国立大学的荣誉；往大了说，打出了国立大学坚韧不拔、自强不息的信念。说得好，同学，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毕业考试五门主课、三门辅课，有一科达不到 A， 你都休想拿到学位证。是。还有，你不是体力好吗？啊？十圈。好。看什么看？向身上看齐啊！你们三个再跟他混，以后就跟他一样了。喂，不是说好一起扛的吗？双英雄啊！啊！哎，你看那边教室里女生是不是都看着我们呢？哎，你们这是跑步的吗？这么慢？比比啊！比比啊！来！真好啊。好什么呀，学位证都没了还好呢。说咱们四个人在一起真好。至于那学位证，你好好考虑好你自己。八门 A 有那么难吗？哎，我觉得八门 A 毕业倒真是不难，但是将来可能会很难。但问题话又说回来了，将来的事儿谁知道呢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未来啊有可能真的就跟书里写的那样了。为了生活，为了工作，朋友们都逐渐分开了。为了现实，咱们都开始变得忙碌。到最后全都忘了自己的梦想，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但是我们不会，我们会留在这个城市里边，即使吃不好、睡不好、住不好，兜里没钱、找不到工作、没钱交女朋友，但是我们一定会跟随着这个时代一起进步，而且咱们哥四个会一直在一起。好，那咱们可说好了啊，一起当护漂，要苦一起苦，要累一起累。咱们这样，咱们一块创业，一块买车，一块买房，咱们要做把股票做上市，去上交所敲钟。来吧，一起承受岁月之苦，也一起承受我们的生命之光，一起恋爱，一起结婚，一起步入婚礼的殿堂，一起入洞房。说好了，咱们四个做不到，谁说谎谁孙子。怎样换些泪水我交代全手，怎样努力奋斗。先生们请立正，感情又怎样，挑些赞美都扔到一旁，怎样立正出发。
青春转瞬即过，我们没有食言，依旧在彼此身边。此时的我们，年过而立，历尽沧桑，洗尽铅华，波澜不惊。虽然已不是当年的热血少年，如今的我们却成为了我们期待的那个自己。今天我们完成诺言，一起步入婚礼的殿堂，成为所有人的焦点。我们知道你不信任，但是我们却是做到的。没有人是孙子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我们的新郎登场，去迎接美丽的新娘。没错，我们说过要一起走入婚礼的殿堂，却没有说过新郎非得是我们。今天的新郎是我的小学同学，而我们，哦不，是他们三个大龄剩男陪我不远万里来当伴郎的真正目的。是真的好。叫做水手啊，像你这么热情的男人，难道还没找到自己的码头吗？我觉得其实水手不能只需要一个码头。你有没有听过惠特曼的一句话，每个水手都需要做一个世界的水手，就必须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去征服世界上所有的码头。 Cheers。Mexico， 我很喜欢吃墨西哥菜。那你很能吃辣吗？我很能吃辣的，你是不是也很能吃辣呀？那是当然的，怪不得你的身材这么火辣。嘿，你在看书吗？是啊，比起这种喧闹，我更喜欢阅读。你看这一段啊，写得非常的有意思。被你深深的吸引住了的我，无暇顾及于此，便在你的带领下静静地走向你的深处。我去，为什么不去跳舞呢？你是在跟谁的影话吗？我不太喜欢跳舞啊。我根据你不喜欢我，今晚都在躲避我的眼神。我有吗？有啊。那我们来玩个游戏吧，谁先躲避谁的眼神，谁就把这个喝掉。来吧。好吧，我输了。哎，这个是男人该干的事儿，这只是一个游戏而已，我不需要那么在意。
白眼，今晚我等你。大家晚上好，我们美国卡萨集团相聚在此，是因为我们集团高层的一个海外年会，今天也是我们的庆功会。没错，在今年呢，我们整个集团的销售额已经突破了12亿美金，非常非常的难得，非常非常的了不起。当然也是因为去年的时候，我们跟 ACE 集团的一个合作打开了我们的亚太区市场。这位功臣是谁呢？我们的销售部总监许多女士。 Lisa， Lisa 你在哪里？我以为你迟到了。那么今天还有一个非常遗憾的消息要跟大家公布，Lisa 因为她个人的一个职业规划，很遗憾她要离开我们了。来 Lisa， 来跟大家说几句。我真的很希望你告诉我这是一个玩笑，这件事情还有转折。嗯，来，谢谢，谢谢亲爱的泰米。我想不到什么医美的词能跟大家好好说再见。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因为离别是必然的，所以我们才会更加珍惜相聚。无论我在哪里，无论在哪个角落，只要我们心灵相通，我们还是爱着彼此的，对吗？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，这份礼物是我在离别送给大家的祝福，祝大家享受今晚，共享此时，谢谢。你们三个在哪儿啊？怎么找不到人啊？我祝你们幸福。我谈恋爱干嘛告诉你啊？对呀，一会儿就来找我了。对，好了，这么晚了，我不跟你八卦了啊。Thank you.
会不会在做梦吧？我的床上怎么会有个身高1.7米、体重大概50公斤、三围标准的女人？这个女人虽然披头散发，有点吓人，不过仔细看，还挺漂亮。居然有一个变态潜入了我的房间，爬上了我的床。他身高1.83米，体重70公斤，脸庞白皙，典型的斯文败类。我觉得我必须批评他。为难教官，教官，教官，你是谁啊？来，开门。不要动！不是你是谁？为什么来我的房间啊？是你来了我的房间，你是你下了我的床，你来问我。这是我房间，我刷卡进来的。你想碰我的词儿是不是？你进了我的那天上我的床，你说我碰你词儿吗？我进你房间，你给我看清楚了，就我的房卡。你这是红书里吗？你是希尔顿2020？我什么东西呢？你这个骗子，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，大流氓！对不起，你干嘛？我给你解释一下。是我走错房间，不，我刷错房卡了，我扔错房卡了。你这干嘛呢？我告诉你，离我远点啊！你别动啊！你干嘛？喂，有个流氓私闯我的房间，还语无伦次，可能是个神经病。别想跑！不是你干嘛呀？你占了我的便宜，你去跑！有什么事儿咱们出来说，在你房间不合适。不要走！兄弟们，快来救我！一楼大堂汇合。什么情况啊？这么着急？女人？不会吧？你勾搭的曼琳娜不会是大哥的女人吧？不是，我走错房间了。啊！我跟你解释不清，快跑！站住！没追过来啊！打电话，打电话啊！打电话，被保安抓走了。行行，赶紧回去找，赶紧回去找啊！你挺能跑呀，我看你往哪儿跑。小姐，对不起，我叫您一声大姐。咱们这事能过去了吗？能不能听我解释一下？我跟你说，是因为之前有一个洋妞，她给了我一张房卡，让我去她的房间里面。但是后来，我想要把她的房卡扔了，我扔错了，扔了我的房卡。咱们俩的套房是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进了房间，完全没有发现这不是我的房间。鬼才相信你！你拿了别的酒店的卡，怎么进的我的房间？
这一点你要问问酒店，肯定是他们的中央系统还有他们的读码器出现了问题啊。你是惯犯。说吧，你想怎么样？看你这样也不像缺钱的人，而且我可能我这手机和钱包是不是落你房间，还是刚才跑丢了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你说什么？咱能不能私聊？可以，一千。原来你真是一个碰瓷的。两千。对吧？两千。除了现在以外，我可以以任何的方式支付这个钱，可以吗？喂，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跟我前男友的私事就不麻烦你。小姐，你说什么？他是你前男友？我们俩前几天呢闹了点误会，但我没想到呢，他那有我一张房卡，想给我个惊喜。撤。拿着，不是还能少你呢？你这种人啊，真是说不准。什么叫我这种？你是哪种人啊？你个碰瓷女人！哎，我看这女的这气质也不像是碰瓷的。按理来说，住这么好的酒店，不可能混得差吧？女的走了，我跟你说，高档小区才好下手。咱能不能从现在开始别提这事？这女的翻篇了，行吗？行行行，不聊不聊。我现在就想马上回上海。Let me know， 我也想太多，你怎么能忘记牵手散步过的街头 ？If you want to go， 我就 Let me know， 不去想太多，反正世界可以解开一切的疑惑。Just let me know， 想你得独自走，让自己的脑放空，不说，不想去说，是我给你的太多。小伙子，东西慢慢地吃啊，不急的。你还别说，在我的车上吃方便面，我是第一个。哎，小伙子，侬不是上海本地人吧？我是黑龙江人，大学毕业了以后就留在上海了。沪漂，沪漂更不容易喽。上海这边生活条件高。前面出车祸了，哎，没事吧你？对不起啊。各位久等，欢迎大家来到智动科技2020年新品发布会的现场。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，有请悠悠家庭服务机器人的总设计师、智动科技的首席技术官洪宇先生。给我们带来万众期待的小白。有请洪宇先生。他怎么还没来？等一下，哎，你好，我是这场发布会的总工程师，我是童宇。我现在马上迟到了，让我进去好吗？不好意思，请出示邀请二维码确认。喏，哦，请进，请进，请进，请。你们久等了，刚刚大家的等待持续了5分钟。5分钟啊，每一个人好像已经无法再等待下去了，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人类从爬行进化到直立行走等待了几百万年，从简单的生活到可以使用工具等待了几十万年，所以你们刚才等待的这5分钟其实并不漫长，
因为即将呈现在你们眼前的，将是一个值得我们所有人期待的未来。这样亲和、幽默、人性化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我知道大家一定想问我一个问题啊，它有什么样的功能？对不起，我认为"功能"二字对它是一种侮辱。小白，我想问你一下，杰伦最近出了什么新歌啊？哦，不，他都已经很久不发歌了。现在我只听抖音神曲。小白，我跟你说句实话啊，你现在帮我马上发一封 email 跟公司说我想辞职，我是认真的。我觉得你不是想辞职，只是想加薪，但老板不太吃这一套，建议更换方式。我们的小白，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程序指令机器人，而是一个真正可以读懂人类思维的智能伙伴。他依托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互联网、脑科学，还有最先进的处理器和传感芯片，他可以做到真正的去理解。我相信小白在未来，他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我们的好助手、好管家，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，甚至在未来他也将是我们不离不弃的好朋友。小白啊，你说说我刚才说的话对吗？那要看你够不够朋友了。我当然是你的好朋友了，但是我也相信你一定会成为大家的好朋友。让我们和小白一起享受科技，改变未来。师傅，我这里先下车了啊。班长，你现在通知全体学生，把国立大学的云课堂打开，密码是1921。同学们，早上好啊！今天啊，老师略有失误，所以我们这堂课改为远程线上授课。今天我们云课堂的密码是1921。同学们，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把密码设为这个数字呢？中共第一大。没错，这就是中共第一次会议的时间，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年份。同学们，看见我身后了吗？看见没有？这就是我们中共第一次会议的原址纪念馆。来，它现在正在装修呢。啊，同学们，我带你们在旁边转一转，给你们讲一讲这次特殊的会议，好不好？好看吗？好看。那要不要搬把椅子坐在这儿好好看啊？嗨，我就是在想，我什么时候也能坐上您的位置煎块牛排啊。
你坐上我的位置，那我坐哪儿去？别废话了，快去备赛。好。哎，注意一下颜色搭配啊！我要的是画龙点睛。好的。快快，大众美食的评审已经等着呢，赶紧上菜。好的，马上就好了。英姐，十二号粥那个小孩今天过生日，他爸把蛋糕给落出租车上了，现在哭着闹着要吃蛋糕。我看那俩评审有点不耐烦了，但人家过生日，咱不能赶人走啊。那怎么办？生日蛋糕，那就送一份提拉米苏吧。提拉米苏卖完了。那现在去卖也来不及啊。我来搞定他。哎，你拿刀干嘛呀？你疯了？蛋糕。小朋友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想吃生日蛋糕啊？那叔叔给你做一个好不好？你们不是没有吗？我们没有普通的生日蛋糕，但我们有特殊的生日蛋糕啊，专属于你的，独一无二的，想不想要？的水果生日蛋糕，许个愿吧。生日快乐！谢谢，真的是太感谢你了。没事，我们应该做。每个人生日都想吃生日蛋糕啊，何况是小朋友。哎，这小子有点意思。这个，什么情况？胡换的吗？我走之前他们在这儿，我回来之后他们还在这儿。欢迎光临。你好。哎 ，Hello， 丽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有点事儿，那个让杰瑞先陪您。你先忙。OK。你先忙。这么感谢。你们呐，能不能用点心啊？我们去那边的，像这个啊，就这种。就这个是吧？这种小的是吧？你好，有什么可以帮你？请问那个包还有其他颜色吗？哦，那就只有一只了，没有别的颜色。这是咱们品牌的经典颜色。Mini， 你这样，你帮他们看一下别的店有没有别的颜色。还有你们这个经典款，它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就是一边开一边关？对，然后它就。Hello， 丽姐。哎，小飞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有段日子没见了。所以今天你看到的是。你说这个 mini 款怎么样？我觉得我蛮喜欢的。你想听我的建议？我一向最相信你的眼光。OK， 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一只新款的。还有好东西？试一下。好啊。来，这一款还是比较适合你。为什么？包的气质跟人气质贴切呀。成功女性的形象浑然天成，我们不仅仅是个销售者，我还是个寻找者。这么多包包，这么多产品，要帮助他们找到他们适合的主人。这包来的时候，我在想，哇，这款包谁会成为它的主人呢？但是当您进店的一瞬间，绝对是巴黎的春天。是吗？那给我包起来。这边请，来。就这个。是你看的那款吗？丽姐，让那个杰瑞帮你去处理一下，然后我去照顾。啊，好的，那你先忙。OK。能不多少钱？Hello， 怎么样？有决定吗？我就要这个。有眼光啊！请问这个能打折吗？啊，奢侈品这东西呢，其实跟你们的爱情一样，都不折不扣的，对吧？行，那就这个了，我去下单。OK， 来，那我帮您包起来，谢谢。来，这边请。那我先走了啊。OK， 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店长，你刚太厉害了。其实你不了解，像丽姐呢，她有社会地位，有经济能力，买一个包对她来说最关键的不是价格，最关键的是在过程当中，她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定制感。而刚才那小情侣呢，刚刚接触奢侈品的，我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他们加一些感动，他们就会成为我们将来最稳定、最牢固的客户。
我还是那句话，莫欺少年穷，我要的那是未来。大哥们，工作了一天，你们不累吗？还有谁让你们过来的？怎么回事？小白，他们仨是怎么进来的？自行密码打开门锁。用户识别成功。宝宝，我回来了，我明天见啊。我说你们仨吃完了赶紧撤吧，我这啊辛苦一天了，别看了，哎哎。哎呀，哎呀，别等我了，有人说，30岁以前的成功多半是靠积累、运气与命运，30岁之后突破瓶颈再提升。是靠勇气走出而立之年创造的舒适圈，打破自我、自信、自私、自以为是的我们，奔向人生的再创造。而我们四个呀，虽然已过而立，在各自的行业小有成就，但是我们和从前相比，却什么也没变，依然乐在其中。我们所住的智能化公寓叫未来城，他的智能系统是由我设计的，我在这里安了家，而郭崇贷款在小区买了一套房子，杰森和小飞一起租住在这里。整个小区实施了全智能化管理和应用人脸识别系统，保障小区安全和储物取货。小区的智能厨房助手是2台6轴机械手臂系统，一台是我设计的大师级咖啡机，另外一台则是下厨的好助手。而智能环境监控系统保证恒温恒湿、PM2.5 过滤以及业主体温健康监护，这就是我们四个单身汉共同的家。陈小飞，起床了！我去，几点了你才叫？我要迟到了！哎呀！吃什么呀？三明治，肉三明治，还切片呢，时间了，有的你吃就不懂，还挑三拣四啊！别了，赶紧出发。加个蛋，微信收款金额10元。哎呦，今天童总工没迟到啊？那不是今天比较幸运吗？没保安拦我。江总，咱们开始吧。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跟您讨论我的新项目了。再等等，我们的新任 CEO 马上就到。
但你为什么会选到我们公司呢？因为你，这就是智动科技的危机。这女人来智动科技没那么简单，冤家路窄。也许是命中注定的。欢迎光临。你说她是奔着上海滩男人都想娶回家的地产铁娘子刘胜男？我说你说话怎么这么硬气？